请掀开经本，第一百三十四面，一百三十四面，第三行第三句看起，咱将经文念一段来对这所在。 我定为恶，即者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恶律，专上克捷，暂害杀生，敌上吞啖， 实际上，就是五戒的进修，各位同修有未少的要求，在法会当中受三归五戒。 三规，然后一个传授诶最基本，我改这篇是最舒心诶开头。如果咱想是加以听明白咯。 伊到奉行，这就是世尊真实的五界地主。正明直在呢，公家非常的明白，世尊是现。 在这世间做佛，高德人一定爱下惡我恶。话一句来讲，就是高德人系延迟我善。这個、所在讲我善，就是我改。安你这一张低调。 真实的互补，原来这种互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会给咱带来安稳、身心、安稳、幸福快、快乐。 也是咱念佛求生净土的基础，因为西方世界大水本经文都跟，拢给人讲，迄个所在是诸上善人住会一处。 如果咱连五戒拢未当清净，念佛虽然念佛就认真，也真难参悟西方诸上仙人的发挥。人拢是仙灵，咱不仙啊，你哪会当参加咧？ 这片经内面所讲的是根本的、根本基础的基础，绝对未定觉悟即个水平之下，咱往生，第几生往生就无指望咯。所以各位同修，系特别的注意，今下日那就开始。 一段一段来介绍。第一段呢是杀生恶，杀生是,是大恶啊。不杀就是仙啊。下面这段文真长，这是迄阵。 无尽的慈悲，为人讲出因缘果报的熟悉真相。第一，这是第一段。世间诸众生类，这句包括的范围非常诶宽。

那、啊、就是咱讲诶，绿道，天灵地慧关啊，福报多啊，也未杀生。成天诶条件是上品诶，是先业多啊，是先业多内面，第一个就是不杀生。 当然，未做恶、做恶的人，那成天呢，这人就变变了，会做恶业嘅，名都以下，人，精神恶鬼，大家实在讲是修补，也未做罪恶 伊是完全咧受苦悲代志，抑即是讲诶，才会容易自作恶业诶，才会众生欲为众恶，自恶有这欲望，这欲望呢？ 种的言字，拢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总是有几款即个因素。如果毋是即个因素，迄就是严重诶，武器也会做做作业。 强者好弱，总是强诶欺负弱诶。亲像咱看到小朋友，小朋友咧，掠掠即个餐椅，掠蝴蝶，掠来乞佗，伊伫底个乞佗个是为止，这是杀害啊！你讲伊有什么欲望呢？ 伊只是好耍尔尔咧，小动物伊一笔较大，伊可以欺负伊，这就是强加学弱啊。即内面并无贪心，也无即个嗔悔、心，无耻啊！做了即款的恶业，即种恶业，咱个看小朋友想做。 就讲咱细汉诶时阵也要做即款代志，毋知做了偌侪摆啊？有作业也无咧？当然有作业啊！小动物也是一条性命，咱学会咯，明白事实真相咯，才知影即永久厉害啊！ 欠命诶，爱害命，欠钱诶，爱害债啊！所谓不温不稳，偷债害债啊，不完无了啊！那那不是有意啊，无意啊？无错，无意做恶业啊，将来还俗，无意来相还，什么款诶因？ 就什物款的古布，这是咱一定爱知影诶。和各人讲诶，全是事实、真相啊，专相曲折，这就是互相诶相者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即世人，你欺负伊，来生伊欺负你。 点转的受伤啊，斩害杀伤，这是恐怖里面最残酷的叠伤吞蛋。这边后一句，特别是注重在饮食上。 家事成功，咱这一生食伊半斤，来生还还伊背两。啊！你去哪里爱食肉？来生诶时阵，迄、那个精师讲：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你食羊肉，羊死咯，来生做人咯。 要恁人死咯，来生投胎做羊咯，又过去食，又去杀，又过去食，就即款代志，食来食去啊！即款代志冤冤相报，非常诶可怕。何法虽然戒律内面， 无叫人食分数，介你内面无；介你内面是叫人食三净六，这三净六就是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恶杀，毋是为我睇。呀，现在市场袂冷冻这物件，叫五三净六之类。 野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注意一定要知影，即阵当年在世时，阵，经团内面无开黑市诶，每一工出去托钵。那托钵时，阵，你一定要人做素食，互你食，你敢是找人的麻烦啊。所以佛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这托钵咧，人互你什么，你就食什么。 是迄个时阵诶生活方式啊，文化传到中国以后，整团内面才有学习啊。中国人诶习惯，如果看到即、這个去外面去偷博，是去甲人讨饭诶去啊，咱中国人并不尊重啊。可是，在古印度，就现在即、這个。 在苏里兰、卡泰国，出家人去外面去托跋，社会大众拢非常尊重。在中国这个环境，要出去托跋，去共托钵去吃嘛，无人尊重啊！颠倒互人作业，何况佛教来到中国呢？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去迎请过来啊！ 来到中国诶，身份是帝王师啊！迄皇帝安怎会使叫老师出去共讨饭呢？迄有正道理的。所以就伫寺庙内面有真好诶，功养咯。即生活方式到底中国以后完全改变，完全是中国化咯。穿诶衫也是中国诶衫，咱穿即、这个。 大手嘅即汉朝时阵嘅礼服啊，叫、就是、海青汉朝嘅礼服啊，达主人穿嘅啊。一在家人呢，即衫顶面绣真侪花纹，伊以花纹代表伊嘅身份，毋是随便会使绣嘅啊。迄出家人，对出家人穿嘅衫呢是素，就是顶面无花纹，颜色较朴素。 差别就是这家，所以来到中国，完全中国化了，伫中国本土化了。那中国的素食咧，是牛母提的提倡的，牛母的甲营养克经，或在经常讲。 菩萨、大祖、大比，不忍心吃众生吧？牛母弟读了后，真正受感动，家己从此加增寿。也，依是咱佛门的大护法啦，以国王的身份来护持佛法。 当年在佛教里面发起素食运动，立刻就真好的回响。所以，即个合乎佛门加锁是中国佛教特色。现在，咱去世界、全世界任何国家，佛教无加锁。不但修行突破无加锁，你去日本、日本佛教无加锁。 韩国也无食素，所以伫外国真侪佛教国家拢无食素，唯有中国佛教食素。但去到其他佛国家，佛教访问，因看因食肉、阁啉酒，感觉是怪怪。你看日本的佛教，佛菩萨面前供的迄酒，拢是真好酒，真有名爱酒，因供佛摕来家己食。 咱看得真奇怪，因為看咱无要饮酒、无食肉，也感觉真奇怪啊。咱了解这历史诶状况，咱就知影了。这无食正常肉，决定正确，尤其对健健康有真大诶好处。现在伫美国。 真侪美国人现在拢食素咯，伊毋是学佛啦，伊是为了身体健康，所以素食对健康有真大诶好处。要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做一些采取这种生活方式。我二十六岁学佛，学佛半年咯，我就食顿素。 我就接受这个观念，感觉这个事实对人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。众生这生生世世的缘仇，从此一笔勾销，为不再与众生结怨，若是不杀生，更积极的。 奉生、好星，无食众生肉。如果你那是讲是无肉食，对身体健康有妨害。你看我已经七十岁了，未比你较差啊！我二十六岁下火，我迄时阵感觉学火太晚咯。 是在讲如早如好啊，即是所以即两句经文也意义非常深重啊，一定要明理，要知影事实真相，那你选择就是正确的。不敌为先，这为先底下咧就是讲改善。 凶贼就是加等数，这是现行，不地为先，后受用法，又是后世啊，爱生的古宝就真可怕，好在出地，古贵的真明显的咧。 国有强器，这就是去业家饭本的强器。伊为什么受这个古本呢？众生做善业啊，太重，孤独，还是破坏众生的家庭。 袂当无受报应啊！咱最常看到诶，鸟仔嘛有家庭啊。汝去掠即个鸟仔，鸟巢内底诶卵，你破坏人诶家庭啊。汝叫人家破人亡，来生，汝得人生也也有家破人亡诶，即个报应啊！ 什么款诶，音，有什么款诶，古谱？什么款诶，古谱，记起心中一定有音缘。所以孤独啊，浪漫、阴啊、寂寞，只是如此啊。 但世间一般人常讲的白痴啊，往讲啊，就是咱现在所讲的神经失常。现代咧。 这社会内面上讲的老人病、痴呆症，拢是俗有之类嘅，这拢有古博啊。这一期成长，那你应做了这个恶业咯。这一期成这个古心是会 免读呢，会用呢。如果你知影道,道理，知影方法认真去修学，也先业、朝给、学诶学业诶力量，善业、善业就先报啊。学业毋是不报。 恶业就放在后面，然后啊，先来申报，最先的呢，若宣到西方叫做世界咯。迄后头迄的恶，就永远袂过再报咯。这就是上保险、上安全的方法，出三界咯。如果不出三界，因缘自会时阵。 举报有完未当避免，总是一个麻烦代志就是宁免一时，不能免长久啊！这怎样？这是讲几个啊，古来皆因前世不幸道德，不幸为先，前世对这道德。 也唔相信，道德嘅公义来讲呢，包括伦理道德在内，合意来讲呢，就是指我讲的即个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是道啊，你下当修这个道，你将来啲成果啊，那就是德啊。 临清为先，你所以才有即种古朴现钱呢、啊？那现钱来看呢，极有尊贵。现在社会上，即、這個、尊贵是讲有地位，你叫大众爱尊敬、呵护。 但这个世间，亲像这个企业发大财，有大财富的何富啊？贤明，这个、人有智慧、聪明、有德行、有道德的长者，这东是啊，在印度请长者。 不但较有岁咯，有有年纪咯，也系有学问、有地位、有财富，才系当称之为中家，智勇才达。只四字，就是咱今日所讲嘅文才武略。 智勇是属于即个第这個、这個、世间公这武官这类的，这才德咧，这個、文才文学，也拢是好嘅古博。嗯，世间人所向往、所需求诶，这個、类诶古博，该有熟识。 就好修仙积点，所的，伊是有来由的啊，毋是凭空会当得的啊，确实，毋止一世啊，一世人会当相信的。必须要怎样？积些。 不诶果报，大概拢是鬼老是所修来，修慈悲心，修孝敬心，好教难诶，不但会孝顺父母，在《成菩萨戒经》内面。 甲人讲，爱将孝顺父母之心推广，孝顺一切众生，这是尽孝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这里呢，拿来特别的重视。 如果有人讲中国文化是在讲什么呢？可以讲中国文化就是讲一个好字。中国文理真水啊，真鲜啊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未当比嘅、啊。 中国文字，文字是一个符号，即符号内面充满着智慧，互人这个看到，伊就能领悟，即是外国文字内面所无的。巧字是属于回忆，你看即字顶面是一个老字，下面是一个助字，意思就是讲。 顶一代甲下一代是一体，西方人讲有代沟，有代沟就不好咯，好就无咯。即顶一代抑有顶一代啊，过去无死，下一代抑有下一代啊，未来无终啊，铁死铁终。 是一个整体啊，一个生命的整体。这是对地雷上面来讲，啊、地雷明白了，怀疑就变发解咯，所以这符号代表什么？代表真空变发界是一体。咱佛法里面讲，是什？么？是法心啊。 每一个人的发心，这符、個、号就显示出来。所以这些孝就是发心，是奉三四佛共同的发心。所以你系讲是真孝，那年也不容易啊。虾米人才会将这个孝自家完完满满的幸福，这孝、個、就完满了。 顶伽菩萨也有一片心上无名无破，孝道也有一分的欠缺，也无圆满。这里、个、真正是大道啊，无极的大道。对哪位做起呢？对。 孝顺父母做起，然后慢慢扩展到你的尊重，你的老师，再扩展到你的亲戚朋友，再扩展到一切众生。以大慈大悲来实践孝道。 这是道德的根本啊！修善积德，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世尊在这部经内面，咱仔细甲非常的详细明白。咱对功领来讲呢？ 净土宗是所有宗派里面最容易修的，伊个方法最简单、经典上少，很适合现代人修学。除了圣愿起名以外，圣愿起名是正信啦、啊。 那无去教西方叫做世界之前，也伫这个人间，那袂用咧离开社会，未用咧离开人群，咱念佛人应该如何甲大众相处呢？咱几个原则，即个原则。 就叫做助行、正坐、相修啊，如鸟之利义，车之理伦尼你这当达到咱你愿望。坐修内面最重要的，关经你所讲的三好。 三好的第一句，好用护表，防暑暑长，自信不塞修实现业。你看即个标准，敢毋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咧。甲咱讲出来嘛，咱来相信啊，来了解啊，来认真去做。 所以三好成就家己修行的基础，加团体相处呢，特别是精团，大家在归依时阵就念过归正众中尊，你也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 你一定要怎样？种就是咱今日讲嘅团体，军团是世出世间所有团体内面最尊贵嘅、最值得人尊敬嘅，即团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修六号敬，六号敬。 就是世尊，教难如何与团体大众相处，这是重要的戒条啊。这六条是建董董：见何当戒，戒何当修，信何当助，巧何无精，义何当业，利何当军。 这袂当详细去讲，这是咱立场啊。这团体会当做到这六条咧，大众拢会当遵守。这团体是诸佛菩萨护念啊，良天拥护啊。第三科目三学，该学定学。 会学第四个科目阅读，第五个科目破衍习惯。但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甲大众相处，处处待人接物，爱遵守五个科目，这就是修善积德。爱怎样去做？ 这阵伫食咧，从这因果，从为难，用笔开始出来。世间有处，目前现肃，受奖之后，立即有变，转身受身，改行以多，故有逆理,理，轻修乱挥，如同之说。 世间有处，目前现书，就是咱目睭所看到、耳康所听到、心所接触的，这因缘古博之书啊，叫咱冷静、注意去观察。 无需要复个讲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自作恶因的人，自作恶因的人，这受终以后，伊就对三毒了。利己有命，有命是犯忌三毒。 专修身，改行易道啊！人生是几了后，就看自身做作业行业，咱的行为所做作业。如果是善业咧，当然是三善多受生；恶业咧。 就是三恶道去修布咯专生修，专心修身，是为即个心无共款，改行易道。玉到内面换咯，就是人做恶业对贴生，对人道，对教贴生都去咯，改变咯，改咯都人心换做贴身心咯，就是改行咯。 心中无同款咯，这款代志，咱这個世间是常有啊。顶几年呢，讲一个事实，大概总有二十年了，大概总有二十年前，台湾的高勇。 发生一個奇怪代志，高阳小港迄个所在是一个小镇，有一个小庙，庙里面有饲一只狗。这只狗对这庙非常好奇，这個、早早暗去，伊拢参加，拢参加。可是真奇怪，这打三鬼的时阵。 伊就走了，就前面呢，就老和尚共款，即架子真大。伊后人发现咯，即下狗真奇怪。有一位法师就共即个狗公法咯。知影可能就是即庙内面较早迄老和尚死了，投胎汰，就是伊啊。就共伊讲，你现在已经毋是主持咯。 伊是特生啦，早暗课爱上完，你才会当走啊。袂用你等三几日就走，伊伊阁咧听话，从此以后，伊早早暗课咧，伊拢会将伊个做完，最后一日才走。但是两三个月以后，伊就死了。所以讲伊迄个灵性也低，就是即个庙内底计去时老和尚。 真正是专心守心，戒行易道啊！改在伊的善根也无完全泯灭，也会当听法师开示，也会当继续去念佛，这也袂歹。相比伊这高深，这离开以后，可能会有更加好嘅果报。 可是，若是结尾，也就真艰苦了。古有泥雷，就是地甲，有地甲，金秀乱飞如动是特生。即就是有五鬼地甲特生在于报应。下面是比如。 比如说话、闹恶、国酷、极刑，这就好比你做作作业，你一定爱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三恶道就好比世间诶家罗，共款，你做作这作业，你应当爱去受即个果报。即里面。 脚苦脚行，行化真多，真残酷啊！非常诶苦啊！魂神命尽，随罪处向，所受受命亦长亦短。当然，汝去投胎，毋是即个新去投胎，咱俗语咧讲。 灵魂去投胎啊！伫咧坟门内面叫做神识，世间人叫做灵魂，这拢是错误的错误的观念。迄魂是决定不灵啊！若是灵来讲咧，伊那会去变贴身，变牛鬼，伊不灵啊！所以迄个魂真真未去颠倒啊，未魂才是丢啊！ 没魂颠倒啊！你知影选择啊？中国孔老夫子，你看即是也差不多是两千五百多年前诶代志。伊在严经内面讲诶啊，就真有道理。伊讲游魂，即讲法非常，甲佛法非常接近，因为。 这个魂的速度真大，伊四国乱走，确实是游魂。这大意来对讲，游魂为变，精气为物。啊，这个佛经里面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非常接近，真接近。 也一起淘汰呢，随罪处向，随着伊诶罪业，去多一道去投胎。所受诶寿命长短无共款。譬如在色身道内面，有特师寿命真长，有一款精师寿命真短。那看最上即个浮游。 妖星数，伊也，寿命只有几点钟尔。可是有真长寿命诶。在伫球鬼内面，伫地狱内面也无同款。地狱内面有根本地狱，有无间地球，诶寿命就长咯，伊就太长太长咯，长得太可怕。 但是也有一寡叫有精地恶，地恶像即个边地，这小地恶，那寿命就无真长咯，就袂真长咯，这随他诶罪业轻重，修薄不,不定啊。种种众生，境上不祥。 就是讲一切众生，这是命、啊，即这是罪啊！互相不相，真正是无完无了。即是真可怕诶，即件代志。虽然无学佛，未明了即道理，毋知影事实真相。今仔日明白了，清楚了。 但欠人的一定要还，人欠人的唔免讨了，对心胸就断掉唔免了，心事啊，这变来变去真苦恼啊，无完无了啊！咱希望伫这一生当中，就该拢总结晓，该揭掉，连后后期使用叫做世界去，轻轻松松去往生。 无一丝许障碍，这就对了。用恶弥坚，终不得已。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题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勇是汝害，好勇啊！ 你做作嘅物业，你无保证啦；你签嘅名字无还员啦；你来当脱利率度？你俩尊公爷冤家做主找你嘅麻烦，修行人也袂用你啊！你这边唔知影有偌侪拜山美水产的啊？ 汝若拜三味水禅，汝看五达国师、十世固精，也有冤家债主伫在面前咧等候啊！迄一天汝若破了戒，迄一天汝做了恶业，汝即就报复到汝诶身上来咯。汝才知影即个可怕。五达国师讲老实，无咱诶缘分好啊。 无拄着净土法门啊，拄着即个法门，今是早就了往生啦。冤家债主找未着伊啊，伊未当往生啊。所以冤家债主也是伫个边仔、啊，耐心来等待啊。你等伊，道心一个退落，麻烦就来咯。这总算是有修行，拄到家乐家尊者。 该调解，三味水产是按你姻缘来的啊。所以讲永恶未尽，将不得离。想要脱离六道轮回，确实毋是容易诶代志。辗转其中，辗转就是变轮回啊，伫六道内面轮回，累家难出。 这时间是以劫来计算，以劫无量劫啊，无量劫以来，咱拢无办法出去啊！修行想要出离三界，最忌很多爱断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不断，出不了三界。 一段时间诸烦恼难啊，难的解脱啦。事故罗汉才出了三界。所以，伫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是痛不可言啊！这里、個、面太苦，太苦了。天地之间，自然有时水。 不喜不迎，善恶回归当极。即幾,几句话，简单讲就是因果不虚，必受其报。即件代志，毋是有人伫咧主宰。 毋是阎罗王伫咧主宰，也毋是上帝咧主宰，佛菩萨更较无关即个代志。即阴缘果报是自自连连的现象。比如讲，人咧做歹代志，做了一件歹代志，家己感觉着心不安。 暗时会做歹梦啊！迄暗时做歹梦，是啥人叫你做一下啦？啥人伫遐咧做主宰，叫你去做恶梦啊？无人主宰啊，自怜有事。所以你有所思，也有所梦，自怜有事。无心明鬼神甲你做主宰啊！ 也即绿道轮回现象，也是安尼先。阎罗王小鬼，伊是执法的人，就像咱世间即警察、警察、法官，共快来判罪。你无犯法，伊毋敢理你；你犯法了，伊才执法啦，伊才即来来执行。即阎罗王小鬼。 那是恶鬼道内面的执法者，你无犯法，伊对你也无可奈何，伊也唔敢随便来压你啊，压你，伊犯法啦。所以一定要知呀，这是自然的定律。虽不即时不应，是故不通三世。 有现世报，有来世报，有后世报，有时就是不定时间、长短。所以，做作即个物业，就是讲咱现前无看到不应，也知影，善恶会动规矩。 就是因缘组会诶时阵呢，果报一定现前。这是第一段。这阵为咱说，啥生诶果报，咱要知影，哎，明了，即只真正提高。 更觉心，不但不杀生，从今以后，嗯，决定毋食众生吧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过去生中，噶众生欠的名字，这一生当中，噶众生欠的名字算不清啦、啊。 还不尽啊。迄、那个冤家这主咧，甘公就放你耍咧，无要简单啊。所以咱念佛人每工为什么爱上敬，为什么爱念佛，为什么爱认真修行，抑过来认真回向。回向内面，上部四重恩，下至三大苦。 将家己所收集的功德，甲引来共享，即就是报答他。希望伊会当接受，袂阁再来找麻烦。我辛苦对恁拢总有好处。计计错咯，是来务地、务卖务地，做了恶业。 即就是调解的方法啦。汝若毋是认真修行，伊就来看汝是假啊，汝毋是真修行啊，伊决定毋肯放汝个。看着汝真修行啊，伊佩服汝，伊也放好你福气。汝成就的时阵，伊放福气啊。所以你要进修啊，即冤家债主未个找来咧，也是。 我也是免不了啊！各看第二段，这第二段是讲偷盗的恶业、恶报。第二家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或是法律都是制度违背法律。 违背了制度，这叫做不顺法度啊！车淫娇强，人心自诛，这就是讲随伊的无起贪嗔痴慢，因的自作罪孽，多一时的。 快意所做在罪业，故乡不明，在位不正，即是讲有权力、有地位的，这就是咱现代社会里面所讲的贪赃枉法。 不明，就是不辨是非，未当明察处理啊。在位不正得到一权职地位，哎，作威作福啊，这类诶含林冤枉，为着自私自利害别人，陷害。 损害忠良，为什物呢？在正人君子，一定是对伊有不利、对伊有妨害，伊必须为着要听伊家己的需要，凡事该有障碍，拢总重为改不除。 所以是，是利欲熏心吗？损害中梁，在咱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：宋高宗太岳飞，阿飞有什么做呢？ 宋高宗知影一中无怎样？知影中？为什物要杀伊呢？道理就是讲，阿飞如果佮继续不断的将金陵打倒以后，将废寝立地迎倒转来，宋高宗心咧，来会想。 徽宗是嘅老爸，当年已经是退位咯。一当时诶，皇帝是钦宗，钦宗是阿兄，伊阿兄啦，倒来，伊想要做皇帝，伊要,要让位无？伊即个想诶时阵，哎，抑是卖互伊两个较好，我家己做皇帝啊，一阿辉咧，牛器啊，伊定要去打金兵。 将那个皇帝接到转来，哎，就是宋高宗眼中钉啊，伊会讲未个台啊，所以讲飞真愚痴啊，无聪明啊，那飞若是了解宋高宗的心理，想盖好是退休，对无赶紧退休，那就无代志咯。所以即个武将啊，经真贵最赞赏啊。 这飞禽离地了，等来了后，经过即战场，一定让鸟甲飞走。宋高宗皇帝也让钦宗即两个人来甘心情愿啊，好啦，该抬死啦，中中也未用咧，中也都要该抬死啊！为着家己的权力欲望，损害忠良，即款的代志太罪太罪咯。 古今中外，注意头脑稍较冷静一点仔，你会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心口各异，心内想的甲嘴里讲的无共款啊，机会多端，即是讲机诈。 自欺欺人的即个心鬼是虚伪啊！准备重话，竞相去讲，准是对家己的长辈，对家己的部属，拢无讲真话啊！拢是用欺骗的手段。 轻挥如翅，欲助何己？欲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结婚成仇，富甲忘身，不过前兆。这呢，拢是小道心。像我拄则所讲的，宋国中。 迄就是道心，像在这里，大兄诶王位啊，这都无论汝用什么款手段，毋是人心甘情愿汝诶，汝你该夺取过来，拢叫做道。宋钦宗，并无传位和高宗啊。 你做皇帝的时阵，古抓伊无要何伊回国，这是道心吗？所以诸位在这个例里面，你就会当明了，这道的范围非常的广大。我在经典里面解释。 诶意思叫不务处啊！迄有主诶人无答应，你就甲提来，无论用虾物手段，像前面所讲诶是，居上不明，财位不正。伊伫即个地位咧，伊有即个权力，今仔你若想要拜托伊做代志，你学说一你就甘心情愿，将钱送伊。 实际上，毋是甘心情愿，不得已，互伊个也是堕厝啊！也叫做堕啊！为什物呢？毋是人甘心情愿共汝啊，是汝用关系去逼伊啊，伊不得不甲汝上累啊！即款拢是堕心，即拢是犯着所有堕恶啊！ 所以，心灰如此，欲助何计？希望家己得到丰厚的利益，欲贪都有啊！对于这个世间名闻利用，五欲六尘贪利无厌啊，利害胜负。 是讲伊所得到的有利有害，有胜有负啊！眼前你是有利啊，有胜啊，是了可是冤仇结落去啦，久不未当避免咯、哦，结婚生锈 姑婆宴前的时候，阵家婆梦新，这叫现世报。这代、個、志，案件拢有啊。伫得意的时候，阵不可以说啊。有官有势有势时候，阵伊下台的时，阵呢，较早伊所得罪遐人。 弄钱也麻烦，弄要来报复伊。啊。历史是殖民家，咱在历史上看到，显赫一时的人物，有几个人会当传三代啊。到不幸的时阵。 啊，家己晚年著拢不保啊，一生著拢保未掉啊。儿孙诶搁较毋免讲咯，太侪太侪咯，毋知影修仙即点。家己伫当官诶时阵，有官有势时阵，即时阵有智慧人、聪明诶人，迄就大修仙德。 一叶胳膊就苏醒，若作威作势，以即个来欺压别人来讲呢，罪恶就不得了咯。到后来就是破家亡身，不过煎修，即煎修就是讲因果，煎因修果啊。汝做什物因，后头有胳膊啊？这胳膊就在等汝啊。 即久佛是地藏五鬼特身，伫咧等汝啊！富有见识，不轻时物。富有，实实在在讲，是前世就布施的古佛。为虾米？ 汝著即个好的古宝，毋肯收因了呢？牛耻啊！这佛讲诶啊，收好不收费啊。汝著大富，伊牛耻，毋知影佫继续修仙呢？迄、那个福报，一生就享完咯，一生享完咯。 以及一生所做诶是物业，物业成熟了，又啊向下坠落。去家讲诶三四弯啊。第一是修好，第二是向好，向好作业，享完咯，物业成咯。第三是坠落，三四弯啊，弯哦啊。 如果真正明白、真正知影即个事实真相咯，或者一生富有，希望生生世世拢富有，伊就失财啊！财布施的在乎啊，财布施是修因呐，的在,在乎是果报啊。 今仔日，咱动手当中又未少真正好在乎嘅。我有老因讲，你认为讲你有本事，你贪来你错咯。比你本事较高嘅人，较多咯；比你机会较好嘅人，也真多啊。为什么那些人无发财啊？偏偏你发财，这是你情时收嘅啊。 情是修的财布施啊，你今生得的即个财富是有一定的。你过去修的较多，你一生得的就多；过去修的少，你这一生得的就少。过去报施的时阵，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你这一生趁钱也趁得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一点也毋免操心。 过去报施，报施个真困难，亲像挂肉共款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即想做生理咧，做买卖趁钱，做也真辛苦啊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就是即款代志啊。這知影啊，发报施是因，聪明智慧是果啊。 那想要得到聪明智慧，还修法布施啊！健康长寿，修是布施，还修无畏布施。主要知影乞丐就是无畏布施。比如讲，你持不杀生的丐，即即一切动物看到你会未惊？为什么惊？伊未伤害？ 伊袂恐怖，袂惊。你去不偷对戒，伊之前互汝看着。啊！哎，这人世界袂偷到无关為的，伊袂偷我钱，伊无伊无惊的心理，你会。这就是无微不至的健康等享寿的公布。 什么款诶，果，有什么款的因在啊？所以這，坚人，这这毋甘帮助别人，毋轻事务啊，毋轻事务，这内心是跌贫种诶，果报啊。爱不谈中心劳辛苦，这爱是贪爱啊。 贪爱世间诶金银财宝，贪心真重啊！伊总想讲会当保佑、持有，其实虾米都得袂着，拢是牛器啊！拢是伫遐咧大梦想，即世间人想讲诶。 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伊也未死嘛，所以也想要保持。其实，若每一个人，每一工暗时，拢系死一摆啊。你困诶时阵讲老实话，讲老实话，你身体互人扛走了，你都毋知影。何况金银财宝咧。你个想看卖？你困觉咧做梦，都一项是你诶，无一项是你诶啊！ 爱讲我，爱真正知影修身积德，这世间无一项汝会当低调的啊！包括家己诶身体拢未当低到。身体如果会当低调，你敢愿意老？汝敢愿意破病呢？大个人拢愿意逐年十八岁啊！ 青春保袂着，就身体会得袂着，无一项会当得着。身体都得袂着，何况生活之物？所以一定爱看破，爱看破。真正能放下，迄人就得大自在，真正幸福快乐啊！所以这放下是应该啊，应当爱放下。 为什么不得唔到？不得唔到？为什么唔放下？果然得到。你要放下来讲，福也點,点头，福也赞成啊！就是因为汝按怎想，拢是空嘅，拢得唔到，一张空啊！所以佛教咱放下是绝对正确嘅。有咩理由呢？叫咱放下，就是因为汝根本得唔到。 所以，无耻的人，没气的人，就可怜咯，心劳辛苦。伊无耻啊，你买掉物件，伊偏偏想要得着，这就艰苦咯，身心拢苦。如是致敬无益随意食，就是到最后一口亏未来咯，无一项物件会炸走，就是输不带去咯。 先恶后好，鴨鴨对命所生，哎，有一项物件会当咋去，就是先恶的业力对汝去啊。你子真新行福好对随汝后头有福报啊。你子想做恶咯，才会对着汝啊，你免不了受苦受难啊。先恶后好。 对面所生，无论汝去到多一多，伊会缀汝去啊。迄个落处，迄个苦多。如果是先是福咧，也好，汝就生在落处咯，汝享福。咯。如果汝是自做恶业咧， 业道端，伊将来一定得受恶道去受苦咯。有些见贤敬奉，不思无忌，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诸功德消善福处。 是非常明显的，从迄道心、导行为显示出来。看到别人善，别人有善行，有善思，有善后，伊看到艰苦，即多成婚啊。 要想方法来破除怀疑，要将伊业利益归有家己所有，才为己有。即道心、见线、精神、汇报，这就作业了。不思无及，伊毋知影。 伊毋知影看到善人善事应该爱惜摩，应该爱知影随喜，圣人之善，看到人有善诶，看到人有好处，能看到心内是欢喜心，即就是修好，即就是积德。如果看了后积德。 有轻毁，也想要方法去破坏伊，這个罪业就做真重咯。伊毋知影无金，毋知影就随意攻击，伤怀道心，念念当中有即个道诶意思。意念，希望他利永驻恭敬，这就是。 要想方法，对吧？别人所得到的利益。那前面所讲的宋宋高宗，就是即款的做法啦。宋高宗噶真贵，从压费的迄个宫殿利益的时阵。 是占为己有，消散福处，即用完了，用完了，搁再做，搁去夺出不买人诶，即罪孽做甲真重啊，生命缺失。 讲的恶道，自要有三毒：无量苦恼、辗转其中、累家难出，痛不可言。伊无想到后面嘅果报太可怕！生命、知识、质量、特质，让破音 这记就是记载意思，就是天地鬼神，你伫咧做作业，伊诶生死簿顶面，甲你记落去，就是这個意思。所讲诶是阎罗王边仔有这个判官，诶、欸，就是甲记载即个人一生诶善恶，这個、姓明就是迄个判官。 伊来记载，汝一项都走不去，也这是对史上讲的。如果对理上来讲呢，汝的良心里面无办法磨灭，这个罪孽，这对理上讲呀，将汝恶毒的结果。 决定对三恶道、诸有三途、五鬼、特仙、地狱，就看你做作罪业的轻重。你将来要去多去多咧，受罪去咯？这是难爱爱敬格，系认真。 名姓啊！伫这世间，咱怎嚟相互会当相归讲？不义之财，无应该得到的。咱用无正当的手段。 一条，就是讲享受一百年，人活一百岁无罪啊！汝爱对了搞三途，迄、那个古博真正是千千岁啊，万万岁啊，实实在在是毋值的啊！ 为什么唔经给加精加棍，给鬼娘考日子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快乐无比啊！何必要做即个罪业？这是世尊在本经内面一再叫咱。 爱深思，爱熟记，啊！好好啊，去想看卖，好好啊，去仔细去计算计算，这真正是得不偿失啦！决定唔通做，这好处是无真多啊，有句是太苦太苦了。 也即是讲偷渡之恶，因果不应，拢是为咱讲出来。第三段呢，是讲淫欲之恶。